让你回来吗？大人，请用茶。嗯，来，小川，你看看，这左公子的文章还真不错啊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看过他的文章，还好昨夜没聊到这儿，聊到这儿我都不知该怎么接呢。小川，过来。昨夜小川说的话甚得我心，所以大人我决定奖赏你，亲自为你喝茶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真不想去吗？小的对大人是忠心耿耿，昨日所说便是心里所想。当真？当真。小川，你看，这茶叶漂浮在水面上，看似能凌驾于水之上，其实不然。水能载茶，亦能覆茶。茶叶需安分守己，不能忘却水的承载之恩。什么事儿？说。之前大人一直说要送我一幅画，画完了吗？这种占便宜的事儿就属你记得最清。怎么了？大人，你看我干什么？真受不了你！大人，我已经很久没画画了。你都答应我多久了？真当我脑子不好使忘记了？我说了，大人没心情画。别啊！你都答应我了。我说了，大人我没心情画。大人说他没心情画。你看，小川也说了，大人我没心情画。我怎么了？你就这样莫名其妙对人家发脾气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，改日我一定做幅好画给你，好吧？乖。傅九云，你以为我有心情伺候你啊？真是自大又浮夸的仙人。想想就生气，这条老龙也敢与本座来斗宝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那是，师傅的万宝阁里呀，随便拿出一件宝物，就能让那白河龙王羡慕得够呛。哎，你知道咱们这香曲山哪件宝物最值钱吗？小的不知。喏。就是此画。哎，你说这作画的公子奇是何方神圣啊？竟有如此的才情。此前没听师父提起过这宝贝啊。哼。哎，玄珠刚送的，为了他那个乖戾的情郎。九渊，嗯，自从那臭丫鬟来了这府上之后。你就对我爱答不理，还莫名其妙对我发脾气。怎么了？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就喝酒，一醉解千愁。
我听说，昨天晚上左公子来咱们府了，他来干嘛呀？他来是要我们的小川去做他的侍女。今天又傻又臭的土丫鬟还这么抢手，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那左公子跟你说了些什么吗？这次来看望九云大人和秦川姑娘，是因为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粉墨与贵府的侍女秦川姑娘实在是投缘，所以想请九云大人割爱，还请川姑娘到我那里做事。哦，这么看来，那左公子和那臭丫鬟还真有关系。九云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该忙忙你的去。你又凶啊。小川啊，你若真放下了，又何必着急避开你那眼眸的痘痘哥呢？小川啊，你若真想去左公子那里，你就去吧。大人，小的真的不想去，小的来此地就是想一心一意服侍大人的。左公子双目失明，你昨夜又当面拒绝了他，他多可怜呀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他对你好吗？大人，我今夜不回来了，你一个人独守空房，别做什么坏事。我是说，本大人这里不缺丫鬟，既然左公子那里缺，你就去吧。新梅来了。干嘛呀九云，吓吓我了。你这大晚找我突然干嘛呀？找你能干嘛？喝酒呗。昨天晚上不是刚喝过吗？而且再说了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，大晚上呢喝什么喝呀？去去去去睡觉。你梅山郡有不喝酒的时候？不喝。不喝？不喝。当真不喝？你今天就是弄死我，我也不喝。喝一醉，方休。川妹妹，我在外面听到这个噩耗，九云大人怎么能这么狠心抛弃你呢？虽然我们相处时日不多，但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到了那边，记得常回来看我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最后尽份力，帮帮你吧。其实有空的话，也不用常回来看看，酌定顶薪，在左公子那儿待着吧。你说，我这几年还是有一些变化了吧？你看我现在何时还会为了奈女子醉酒？你老兄说来说去呀，还是说的你的心梅。不不不，
说我，既是说你，我莫要以为你，你莫要以为，不对不对，是，你，莫要以为我，不知道你为何求罪。你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全部惨死在异族手中，即便是要他一双眼睛，也不够偿还他父亲的罪孽。我不能怨他。你也是受害者，他凭什么把怨恨报复在你的身上？你已经伤害过他一次，如果你爱他，求你放他一条生路。从此以后，我与左子辰再无关系，也无福相见。天下那么大，何处才能让我清楚？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晚上睡不着觉，想过来看看你。车，这池塘有什么好看的？二梦，我问你啊，你说这人生为什么这么难啊？人生，干嘛问你啊？我觉得人生有什么难的？我可没忘记当时我来香曲山的缘由，我就想着多赚点钱，让姨娘给我娶媳妇儿。那你的目标倒是很单纯啊。我跟你说，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只有目标单纯才能办成事儿的。你这也想要，那也想要，你会忘记当时你最初想要的是什么的。会吗？初儿，你来香曲山是为了什么？请师父授我法术，助我找寻灵灯，报亡国的血海深仇，拯救离国黎民百姓。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一定不会。你看啊，这天下仙山没有千座也有百座吧？是。
那为何他此次偏偏独上香曲山呢？这是为何呢？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啊。嗯。你还想得出来啊？好啊，说得好。好个屁！你的命数也要被改变了，劫数难逃啊，兄弟！劫数既然已经来了，那我还躲什么呀？梅山，既然我已经找到他了，我就断不会再让他受苦了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天下任我走，干干！小春，我回来了，你有没有乖乖的？小春，哎，九云大人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小春呢？啊，我已经让他远走高飞了，离得咱们远远的。谁让他走的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说的。嗯。是啊，我说的。我让他走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明明是你说的，现在还怪我了。让他走，他还真走。Thank you.
想不到，你竟是为这万宝阁而来。小川儿啊，你可真淘气呀、啊！师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吗？为师不是卖关子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猜不到呢？再猜。师傅的宝贝如恒河沙数，轻而愚笨，可真猜不到。再说了。这是你送给玄珠的拜师回礼，让我猜什么？来，为师心里清楚，这些年若不是你来操持着山中的杂物，将我的香曲山上上下下打理的是井井有条，为师哪有那些个心思收那么多徒弟啊。喜新厌旧、厚此薄彼的事情，为师绝不会做。这是徒儿应该做的。乖徒弟，走，挑礼物去。什么感受？传闻仙界就师父和白河龙王宝藏最多，今儿徒儿算是见识了。那白河龙王啊，都比不上您的一个小指头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去看看喜欢什么，尽管拿。师傅，徒儿都挑花了眼，更是不知道选什么了。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慢慢挑。你不会看上乾坤袋了吧？哎呀，太过稀疏平常了，眼光放高一点。师父说的是，那徒儿去别处看看。哎，这就对喽。怎么样，青青，满意吗？师父送了我这么多，不会舍不得吧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师父说笑了。他是怎么了？伤成这样？开门。啊！别让任何人进来，关门。原来是左公子和玄珠姐姐呀，
稀客，稀客。左某冒昧了。我知道您来吧，是等小川他的答复的。这个小川他今有些不便，左公子您改日再来吧。那想必秦川姑娘就在屋子里面吧？况且昨天九云大人跟我说，今天会给我一个答复，所以。他出去了，你待会儿再来。那我就在原地等他。说了不便了，方便了自然让你们见着他。子辰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既然说了在这儿等他，是也好，不是也罢，今天就要有一个答复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依不饶的？放他们进来吧。走吧。秦川姑娘，左某略懂医术，让左某为您把把脉。左公子，我已差人去为他熬药了，况且山中的医仙也都已经来过。九云大人，昨日我离开之后，秦川姑娘发生了什么？没发生什么。子辰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他受伤了，而且伤得非常严重，到底是何等奸人所为？是我，小丫鬟洗坏了我的衣服，我杀他的心都有了。打他，哼，还是轻的。断不是你。是我，那又如何？我堂堂香曲山大弟子，责打自家小侍女又没打死，有何不可？玄冲，这就是你来求的仙人。傅九云，你昨日口口声声说要听着侍女自己的意愿，你是不是已经动了要折磨她的念头了？没错，谁让她口是心非，嘴里说着会忠于我这个主人，可心里却总想着要去你们那儿。你怎知她内心所想？猜的。混账。左公子，你也是权臣家的儿子，难道没见过主人惩罚责打奴仆的吗？奴仆，好一个卑微的名字。也对，一个是师者连师尊都能杀，折磨一个奴仆算什么？玄冲，我们走，这个地方我一刻都不想待。小白，送客，请吧，二位。话说，连左公子也看上那小杂役了，真的？左公子和玄珠都去九云师兄那要人去了。那九云师兄真的给了吗？我可听说，那小杂役可是爬上了九云师兄的床呢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这小丫头有什么特别的呀？你们二人再乱叫舌根子，我就拔了他们。退下吧。诺。看来这小丫鬟真是不简单。那傅九云，愧为香曲山大弟子，竟这般虚伪反复，无耻狡诈。我们还是山主的座上客，他竟这般无礼，真是太令人痛恨。之前我还道，他那些食尸者的传闻只不过是子虚乌有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应该能干得出来。明日我就把这件事情禀报山主，好好替你出口气。我要下山。别说仙人了，这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令我心生厌恶。你听我一句，我们先把眼睛治好，就下山，再也不去求任何人。玄珠，这香雪山你可下得去吗？你也别瞒着我了，从今天早上到现在，我听好几个人叫你大人了，你是不是为了给我治眼睛讨山主的欢心，已经败在他的名下了？是。你这是何必啊？双目失明是我咎由自取，区区一个香雪山
值得你委曲求全吗？九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啊！你要是这么闲的话，就把我那床天鹅绒的被子拿过来。啊，你这是要打算帮他养伤啊？嗯，怎么了？之前我就想说，现在我可忍不住了。早看出来了，说吧。他可是个危险的奸细，你不能放过他。这样啊，我看秦川去了后山禁地，就回来了。万宝阁可就在这后山禁地里。然后呢？我什么都想起来了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打破我的脑袋的。真的是他？你个小丫鬟，明明是人间的帝女，隐姓埋名来到香雪山，还以为别人都认不出来你啊！我可是全天下最厉害的镜子。九渊，你是不是要把他弄醒，然后严刑拷问？没错，我就是要把他弄醒。但是现在，还不是动手拷问他的时候。我还有个更大的计划，需要留他几日，我自有用处。果然，果然。我猜你定有后招，等他醒了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折磨他，替我报仇。替你报仇？嗯。子辰，你没烫着吧？啊！子辰。这是我特意为你调试拼配的茶，你尝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这茶味可能入你的口。枸杞、红白菊、桑叶。决明子、薄荷。这些立木的东西一个都没少，你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是个瞎子呀。青青大人到，快请。见过青青大人。玄珠妹妹，左公子，莫要多礼。山气西家，琼花海的夕颜是才开了，我想邀妹妹一同去黄昏的琼花海赏赏花，你看如何？夕颜壮景，更遑论此处又是仙居福地，花更不是繁华。我若不瞎，肯定也会去的。你莫要辜负了青青大人的一片好意。去吧。左公子所言甚是。我也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
醒了，那就把药喝了吧。我怎么在这儿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就记得，我们最后在一个全是白色的地方。我来告诉你，你昨晚干了什么。你昨晚奉我之命上山采果子，一个人在山中迷失了，不幸跌落悬崖，不省人事。懂了吗？哎，你这个丫头真是毛手毛脚的。行了，你好好养着吧，大人我去休息了。傅卷云，大胆！我明明是去了万宝阁偷东西，被困受伤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替我掩藏？你昨晚奉我之命上山采果子，一个人在山中走失了，不幸跌入悬崖。我要听实话。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哎，告诉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。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哎，告诉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。主仆有别，你不可以叫我的名字，必须要叫我大人。以前对我什么样子，以后对我还是要什么样子。如果你想像那个海马精一样被暴尸三日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跑出去告诉其他人你是谁，你来香雪山是何目的，懂了吗？谢谢你。说什么呢？大方点说。我说我愿意给九云大人做奴，报答九云大人的救命之恩。迟了，你想巴结大人，我还不想要呢。哎，反正小的是穷的一清二白了，只能给九云大人当牛做马了。把药趁热喝了。
九云师兄，是师父找我来的。谢九云师兄。九云来了。您老人家今日可好？非常之好。又偷着去练功了吧？没关系，不过是一只千年制邪的妖灵，你不会认为我消受不起吧？我只是想奉劝你，练功切莫急功近利，当心魂飞魄散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哇，你的也好好看。对啊，你给我看看你的。给你，紫金、一心、玄珠姐姐，我来给师父送刚酿好的紫红华英。这，师父和九云师兄正在议事，恐怕……啊，那我就在偏殿等候好了。这紫红华英是师父的心头号，师父前几日刚交代过了，酿好就要送过来的。玄珠姐姐，请。你看，好看啊！这个，换你来也不是为了此事。这香曲山的一草一木，皆是在我的默许下种的。此类俗草，你可曾见过？没见过。虽说海马经死了，可现在的香曲山一定还有其他的奸细。这蒲公英上附着高明的法术，应该是他们用来传递消息的。白河龙王。你这个老滑头，我就知道你还有别的招。九云呐，我之所以让你来统领山上的防务，那是因为你和我的命运已经休戚与共，脉脉相通，所以我对你是完全的信任。可你们莫要因为大意，坏了我的仙山，也毁了你和我的仙家修为啊！啊！是，弟子明白。尽快的找到奸细。谁在门外？师父，弟子玄珠来给您送紫红华英。进来吧。诺。师父，九云师兄，此酒刚酿好时最是清香，弟子不敢怠慢，连夜就送来了，希望师父喜欢。你送的，为师自然会喜欢，放下吧。诺。还真是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啊，师父。看来今日我也是口福不浅啊。玄珠，休息吧，我和九云还有些事情要说。小白，干什么呢？我来看他醒没醒。他醒没醒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秀云，我怎么觉得你也在骗我？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莫要在这香曲山上玩火。放眼整个仙界，谁要敢在这山主头上动土，那就是不要命啊！他到底什么来历？有人来了。
傅九云。左公子，这儿呢。左公子一个人来的，为何不见玄珠公主啊？看样子，此番前来是要与在下决斗啊。左公子，你可知在下的名讳？是使者。嗯，你既然知道我连上仙都敢杀，你区区一个凡间的瞎眼书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寻死路了。就是，别自不量力，快回去陪你的玄珠妹子吧，别不识好歹啊。小白，你先回去。九渊，你不会真要和这疯子斗剑吧？你可莫要失了自己的身份啊！九渊，九渊，你既然想死，我就帮帮你。小川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莫要伤了左公子。左公子，我身上的伤并不是傅九云大人伤的，是我自己去山谷不小心跌下了摔伤的。当真？当真，绝无半点假话。我的伤还是傅九云大人疗的呢，对吧？啊，对。若真是如此，傅九云，我琢磨给你赔个不是。不知者无罪嘛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慢走啊，左公子。初儿，你今天穿的可真好看，不愧是我媳妇儿。真的吗？我可听说那个傅九云最爱虐仆了，我很担心，我怕他打你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九云大人对我挺好的，而且他还说。说什么？他还说我是他最爱的小侍女。哦。哎，我听说左子辰要跟傅九云要人。你别瞎说。不是，你笑什么？我觉得那瞎子也比傅九云强。不对啊，你刚才说傅九云最爱的小侍女是你，你觉得他会答应吗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没想到啊，山主这些弟子们平时看起来高高在上的，竟然还有这种性质，还要对雪人。这雪人倒是对好了，可看不出是什么模样。
他们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，自然爱玩。人人都道着仙山好，可待久了也是会烦闷的。难怪大人总是换着法子逗小的。调教贴身小侍女是大人我的分内事。那我还是得谢谢大人你了。大人你看，这么多学员里唯独这个打着伞的最好看，也不知道是谁堆的。你个小杂役倒挺有眼光的。为何？是大人我做的。这果然是大人做的嘛，我就知道这大人堆雪人的手法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堆个雪人都能堆出国色天香的感觉。只是你看啊，这五官还没有捏出来，是不是没时间捏啊？美人似真似幻，至今尚未让我见过她的真容。她许是还想隐于人前，索性就让她做个无脸人好了。别如这无脸雪人一般赖在雪地里不走，陪大人我走走。走吧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样，看傻了吧？皇宫大院的藏宝阁跟这儿比起来，就如同茅房一般。没想到大人也是如此的俗不可耐。大人跟山主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此重地都让你随意出入，怎么不能说啊？他怕我杀了他，毕竟弑师者这个名号可不是白叫的。小川儿，喜欢什么说，我送你便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。大人又是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一直很认真的，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住，想要他忘记那些不该由他承担的事情，想让他在我身边笑，好好享受一个女人该有的单纯生活。装傻充愣也没关系，可是他总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不懂大人在说什么。慢慢挑吧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好香啊，就这个吧，要一小块。龙涎香。对啊，此物一香扑鼻，比小川的桂花油可好用多了。谢谢大人，大人可太大方了。我还以为你会找一个治眼睛的东西。对了，那位仁兄才是真正的豆豆哥吧？青梅竹马。大人到底想说什么？
大离国的帝女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？我正等着您问我呢。公主大人，你要找的东西，它不在这儿。那它在哪儿？慢慢找呗。反正我是不会戳穿你的，但我提醒你一句，山主已经得知这山中有奸细。可你知道我并不是奸细，我对这些宝物也不感兴趣。可是山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胆敢打灵灯主意的人。你放心，在找到灵灯之前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。灵灯真的对你那么……那些大理的普通子民，每年都会被当作人才上供。你知道什么叫人才吗？就是把活生生的人做成当美味的佳肴，上供给那些高高在上的妖魔。听起来很荒谬吧？可这就是现在的大理。所以我必须要找到灵灯，收尽天下的妖魔。如果你想阻止我，倒不如现在就杀。那你可知道点燃灵灯会有什么后果？我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好了，东西也拿了，我看你身上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明日你就去左子辰那儿吧。喂。啊，纯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在左公子和玄珠大人那里吗？送你的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香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香的东西。香的话就每天带在身上，这样每天都能很香很香的。春儿，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，我会每天把它带在身边，这样我的身上就有春儿的味道了。我也是准备了好久，最后却拿到这龙涎香，原来自始至终都被人戏弄着。春儿，你说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去打死他。没有谁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春儿，明天九云大人不送你的话，那我送呗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。还有，我谁都不要送，我自己走。哼，谁说九云大人好来着？过来。你干什么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，叫你过来就过来。
今日什么都不用说，毕竟你我主仆一场，送走你。小川，你醉了吗？没有。走了。一座城，一盏灯，牵成了相思。冥冥之中，梦里公主三千尺，纷纷细雨迟，彼岸花又是浪迹了谁发过的誓。我会追随你，直到今生今世。看看繁华似锦和你的样子，伴你路几尺，但却离世。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，哪怕追天涯咫尺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。从一下雨一开始，提及的每个字都是只手不离的样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这转瞬即逝。昙花一现，雨即逝，柳盛开的字，绚烂了曾经化作诗。几百成年，天门字，多像一生死，任由光阴白发丝。还是进屋等吧，等秦川姑娘来了，小的马上带她进去。无妨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左公子。秦川姑娘，你来了。你下去吧。诺。秦川姑娘，这一路劳累辛苦了，您快坐下休息，我给你倒杯茶。哦，不不不，左公子，
小的本来就是来服侍您的。还有啊，您别叫我秦川了，皎云大人跟其他大人都叫我小川，叫我小川就行。客随主便啊。哎，秦川姑娘，其实我一直没有把你当成侍女，我只是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。你又来找我做什么？今天可别再惯我了啊！不是不是，来，坐。怎么，闲来无事到你这梅山居放松放松也不行吗？这话说的，随便放松。我最近在香雪山上，正在查奸细。奸细？奸细难道不是你那个小弟女吗？你猜对了一半儿。能。哎，奸细不奸细的我懒得管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弄明白没有？你那小弟女来香曲山找你，她想干什么？他是想要报恩呢，还是想干嘛？他想要灵灯。灵灯？他想要灵灯，你还这么淡定？不是兄弟，你弄清楚没有？他要的哪是灯啊？是你的命！你还是喝酒吧你。再来啊，秦川姑娘，请喝茶。你没事吧？不如我弹琴给你听吧。好。玄珠大人，那名叫秦川的侍女已到了左公子府上。知道了，继续盯着。诺。给我画的，哎，你干嘛？我都见到好半天了，是你自己跟没了魂似的。我不喜欢这画，你能再给我画张别的吗？哎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对了，
门口的赵管事和他那又傻又臭的侄子找你。小川，你怎么了？公子有何吩咐？这首曲子的确引人伤感，没想到你也是如此精通音律之人。不对不对，你听我这话说的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小川就是个粗笨丫头，哪懂什么音律啊？是因为公子弹得好听。眼睛瞎了，也只能弹弹琴了。公子，香菊身上仙丹灵药这么多，山竹又这么精通仙术，公子何不……眼睛好了。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更何况这首曲子是我和某个人唯一的关联，眼睛瞎了反而印象会深刻。反正瞎了也能弹东风桃花曲。本来想给你弹首曲子让你开心一点，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。是。哦，对了，玄珠托人给你做了几件衣服，你若不嫌弃，不妨试试。玄珠大人呢？玄珠大人应该还在外面办事，很快就会回来了。见过九云大人。九云大人，赵管事赏琴守花。哎，前来何事啊？九云大人，这青青姑娘啊来找过小的，问小的秦川的来历，而且问得特别仔细。小的呢就瞎说了几句，混过去了。这秦川他是不是闯什么祸了？这味道，怎么会？小川他得宠得很。啊，真的呀？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只是这青青姑娘她怎么这么奇怪呀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让她有事的。哎，那小的就放心了。哎，这秦川呀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不容易，还请九云大人多上心。您要是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儿，尽管吩咐我们家二蒙。
小川啊，大人送你的东西，你就这般不屑吗？今天天气真好，风也很舒服。是啊，我也好久都没有这么闲适过了。秦川，听说琼花海的景色很美，我看不见，你能讲给我听吗？这么久了，玄珠都没有跟你讲过啊。啊，那小的意思是，公子跟玄珠大人已经上山许多天了，都没有。自上山以来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玄珠大人，是您的爱侣。玄珠是我的恩人，他一直陪伴着我，照顾着我，我很感激他。青川姑娘，跟你聊天感觉十分亲切，不过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。诺，好了，这多不容易来一次琼花海啊，我带你好好逛逛。之前我就是在琼花海当差的。好。九云师兄，芊芊师妹，怎么了？最近怎么总躲着我？没有啊，可能是最近事务繁忙吧。小心，前面有个石头。怎么了？公子，前面芊芊大人跟九云大人在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是九云兄啊，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话说回来，我还得感谢他呢。走。左公子，好巧啊。这面料可不便宜啊。这跟了左公子就是不一样啊，清雅了不少，桂花油也不擦了。还是感谢九云兄的成人之美，苏某那日太过莽撞，如有冒犯，还请九云兄见谅。左公子，就不用跟九云开玩笑了吗？苏某实属惭愧。没什么惭愧，反正我这侍女多得很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嘛。公子，您叫我吗？你这几天怎么了？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？没什么。是不是玄珠说你什么了？没有没有，玄珠大人对我挺好的。若是玄珠说什么得罪了你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玄珠的性格素来如此，他经历了国破家亡，对他打击非常大。其实他本性不坏，你也多担待点儿。大人说笑了，小的哪担得住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就先下去了。你是不是在我这里不开心？
我是个废人，给不了你什么。明日一早，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去。你别看他们表面上称我为公子，其实背地里都说我是个瞎子。青春姑娘，你是个善良的人，这些天你能陪在我身边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左公子，晴川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不必说了，明日一早，你回去便是。子辰，玄珠大人，这里没你事了，下去吧。诺。子辰，我特意给你煮了。我愿意吃岩浆。我愿意吃岩浆。我愿意吃岩浆。来，喝茶。过几日啊，我想闭关一下。这山中的事物，你要多上心。闭关？啊。您老人家身体刚恢复，切莫操之过急啊。不是那事儿，想到哪儿去了？是左子辰，不知道为何，又突然答应要医治自己的眼睛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左子辰这个人有点意思，要么不治，要么突然答应治。这人真是奇怪。奇怪啊，九云，九云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师父，弟子有要事相报。何事啊？啊，就是山中宴席筹备一事。既然九云师兄在这儿，弟子就不便打扰了，改日再来。哦，好。等我眼睛好了，一定要好好看看你的样子。你要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青青，我知道你找到了什么，也知道你想告诉师父什么。听说妹妹最近有心事，邀你出来走走，就是想让你看看。
这香曲山上还有别样的景致，莫要为了一个人啊，负了自己的韶华。姐姐是好意，玄珠明白。妹妹倒也是天姿国色呢，就连蒲公英都想与妹妹亲近。姐姐说笑了。说来倒也奇妙，我记得这洞天福地之中是不应该有这些凡间野草的。怕是从山腰的杂医院飘上来的吧？或许吧。其实我有一事想问你。听说那左公子也要秦川服侍左右，可有此事？没错，这个小杂役定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他来香曲山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连九云师兄都着了他的头。如果妹妹查到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，记得要告诉我。姐姐的意思是，玄珠，大胆，竟敢直呼本公主姓名！你不认得我了？你玩什么把戏？也难怪，这毕竟是阿蛮的脸，我们也有四年没见了吧？真的是你，帝女。你乔装打扮，费尽心思混进来，你要做什么？报复我们？还是准备和子辰旧情复燃？你放心，我不是和你来抢左子辰的。你对他的好，我比不过你。你也终于承认有一件事情比不过我了，真可笑。堂堂帝女，今日终于要对我认输。是了，如今你也不是什么帝女，无处可去，跟贱民没什么两样，难怪不再傲气。玄珠，除去左子辰的事情不说，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得罪过你。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你配吗？从小时候开始，你就什么都不肯输给我。凡是我要得到的东西，你都要抢走。我一直都搞不懂这是为什么。我从小就盼着你死，现在也一样。你竟然没死。从前我一直搞不懂这是为什么，后来想了很久，终于明白了。姨母一直盼着嫁给我父皇，谁知最后心愿未曾了，不得不嫁到诸侯国去，她心里一定十分不甘吧？住嘴！她想要做皇后，却又做不了；想生个有皇族血统的孩子，也生不了。她心里十分不甘吧？你恨我，你想压过我，我不怪你。你和我扯这些旧事做什么？有什么意义？凭什么说不怪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不怪你，但是你欠我的，你要补偿我。我欠你？我欠你什么？左子辰，他是我让给你的，不然你以为你能得到他？你今日跟我坦白身份，就是为了说这些。这是什么？蒲公英啊，你没长眼睛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是用来陷害我的东西吗？
玄珠，你与子辰是我在香曲山上的意外，我来这是另有目的，所以我不能任由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你懂吗？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？你别忘了，天元国还在追查你的下落，大离国的帝女，你不会。白河龙湾的爱徒，香曲山上的奸细，是你吧，玄珠？你这个反应告诉我，我猜对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早就想到了。你是否还记得，当年我在学白纸仙术之时，你嘲笑过我，说你师父教的可比我这个厉害多了。与中山藩有来往的大仙家，这并不能沾。就算你知道了，也没有人会信你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敢？你伪装身份来这里，必然没存什么好心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玄珠，等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，我会立马离开香曲山，绝不出现在你们眼前。你好好的守着他，别再来招惹我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你已经答应过我一次，我凭什么再信你？山主最近正在倾全山之力彻查奸细，世间仅此一件。真的吗？嗯。两位爱徒去赏宝吧。师父，嗯，此话真是奇妙。师父，您果然是天下收藏第一人啊。玄珠大人到。师父，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玄珠，何事啊？师父为子辰之言，弟子感激不尽。啊，哈哈哈！为师还以为什么事情呢？为师说过的话，向来是一言九鼎。起来，起来说话吧。弟子还有一事要报。报。师父不是在查山中奸细吗？我知道是谁。是谁？师父可识此物？山中的奸细确实是用此物向外界传递的消息。爱徒，你是在哪里发现的？我是在一个杂役的房间里找到的。哪个杂役？秦川。这么说，他是这次选定的内侍役？正是。此女之前是九云大人的侍女，之后被子辰要来了。那左公子为何要这个侍女？他喜欢上了这个小侍女。本座一直认为你和左公子才是眷侣啊。其实此物并非秦川所有，而是……而是什么呀？没关系，说出来。我亲眼所见，青青将此物放在那侍女的屋内。放肆！本座刚刚收你为徒，你为何要挑拨离间呢？弟子所说千真万确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青青跟随本座多年，绝不可能。青青若心中无鬼，为何要陷害他人？秦川周旋与九云大人和子辰之间，是青青……住嘴！
玄珠，你知道吗？本座最痛恨的就是别人欺骗于本座。你知道欺骗本座的下场是什么吗？看看他是否有私藏蒲公英。诺，站住！我们要搜青青师姐的住处，谁允许你们这样做的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回青青师姐，奉师父之命搜查山中各殿，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们眼中是没有我这个师姐了吗？就连九云师兄的房间，师父都下令要搜查，这是为了山中的安全着想吧？师父是老糊涂了吗？连我都要查。是何结果？此物是在青青师姐的管事殿中找到的。传青青。不知师父唤弟子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最近山中奸细一事，你有何看法呀？弟子近来正在调查此事。调查的如何？此物是我在万宝阁里找到的，经查，此物为内侍役秦川所有。秦川去万宝阁，必定心怀不轨。好，说得好。心怀不轨。那你来解释解释，这蒲公英为何出现在你的殿中？弟子从未见过。怀疑弟子是奸细吧？上前来说话。弟子冤枉。上前来说话。弟子身上的蒲公英是在花园里找到的，当日玄珠也在场，他可为我作证。青青，你知道为师这些年为何一直专心栽培于你吗？是因为在香曲山的弟子当中，为师最器重的是你，最想保护的也是你。师父，对吧？可你呢？力通外敌，辜负于本座，毁我仙山。玄珠。来，
师父让你受苦了，不要责怪师父。能帮师父排忧解难，是弟子的荣幸。明日让子辰早些来。下去吧，师父累了。子辰，我特意叫来了你的侍女小川，你不是想看看你的小侍女长得丑不丑吗？玄珠，莫要乱讲。秦川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诺，左公子。子辰，你慢慢睁开眼睛。看到我了，子辰。我盼这一刻，真的盼了太久了。这么多年，辛苦你了。小川，把头抬起来。玄珠，你净胡说！我的侍女秦川分明不丑。秦川，这些天感谢你的照顾了。知道吧？小川这两天烦闷得很。杂医院那傻小子每天追着他跑，那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吧？玄珠大人莫要取笑小的。哎，人之可贵啊，就是有情有爱。更何况这个山主是个开明的人，你就随自己的心意便是了。你是不是在想，子辰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？
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小女有个不情之请，听闻山主的忘川之术能封印回忆，清醒人神。小女想请山主帮左公子忘记一个人。什么都不记得？那倒未必。他记得他是左相次子左子辰，他记得体贴周到、不离不弃的我。当然了，他也记得低三下四、粗鄙庸俗的贱婢秦川。哦，对了，他可能唯一不记得当年那个刁蛮骄纵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帝女了。还有阿满，若今后谁还敢亲近子辰，我一样会让他消失。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跟你说过，等我下山之后不会出现在你跟他面前的。你当我傻吗？他若一直记得你，我便永远都得不到他。你不是很难做决定吗？我这是在帮你。你不觉得你很卑鄙吗？他的痛苦是你带来的。不过庆幸的是，他已经把你给忘了，他已经变回了以前那个温柔的他，这样不好吗？能忘记也是种福气。我劝你还是尽早离开香曲山吧，这里马上就会生灵涂炭，你若留下都没有人来给你这个贱婢收尸。那又如何？我不是你，我不想一辈子活在虚妄里。话我都说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子辰，今日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你这个白玉簪子用了太久了，如今是新气象，也该换一只新簪子了。我帮你换上吧。玄珠，虽是旧物，却用得甚好，何必大费周章？也好，都听你的。听说金帝大人的事情了。是不是死的可惨了？啊，真的。嗯，哼，就是这个，终于惩办了山中的奸细。玄珠，你功不可没呀。嗯，哈哎呀，这几日白河龙王拜访在即，这山中总管事的职务一日不可空缺呀。玄珠，今日本座就命你为山中首座女弟子，即刻接替青青掌管香曲山内内外外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。玄珠，责任重大，望你能谨言慎行，莫要辜负了本座和香曲山弟子们对你的期望以及信任。
承蒙山主厚爱，弟子定当谨遵师尊教诲，鞠躬尽瘁。好。哎呀，哎，本座这些年收徒啊，向来是广开山门，有教无类。可没成想，有些心怀叵测之人，竟然利用此善举混入仙山。望尔等从今往后，以清清为戒，自律忠纯，洁身自好。如有发现，哪位是手鼠两端，忘本投敌者，杀！玄珠大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琼花海的花怎么还在这里？是谁负责的？她叫翠鸦，刚从鹤园调来的。让她把花盆全部搬到凝碧殿去。诺。记住，让她一个人做。诺。翠鸦，嗯，玄珠姐姐让你把这些花全部搬到凝碧殿去。全部，是。啊！难受就哭出来，别忍着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哎，这才几日没见，我的小川儿怎么又没规矩了？傅九云，你真是我见过普天下最让人讨厌的神仙。怎么，你的豆豆哥惹你生气，你就拿我撒谎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出气筒吗？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，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把你要回来了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你们把我要来要去，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。走了。哎，不是我。这雨怎么说下就下呀？小川，快点，被雨淋湿了生了病，我可跑不了你啊。哎，我问你，青青的死可和你有关？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有事？我问你话呢。怎么说下就下呀？小川，快点，被雨淋湿了生了病，我可跑不了你啊。哎，我问你，青青的死可和你有关？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有事？我问你话呢。是有点，怎么了？
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把所有的罪责推在了青青身上吧？你说呢？为什么要滥杀无辜？他无辜无辜我不知道，反正你不知道。傅九云，你们好歹同门一场，你就忍心看着他挫骨扬灰？小傻瓜，他人已经死了，你不要自取大辱。这香曲山的山主叫神圣木，我保不住，你更保不住。亏你还是个神仙，滥杀无辜，轻佻福薄，算我看错你了。他若不死，没抓到所谓的奸细，你安能站在这儿跟我发脾气？嗯？切！哎，下雨呢，大人的被子还没捂呢。山主交代，明日白河龙王前来做客，一定要好生招待。啊，听说这白河龙王厉害得很。你将这粒药丸藏于灵灯之中，届时，毒性自会随着元神进到老蛇的五脏六腑。可是，老蛇这几日盯得紧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师父自会有办法拖住老蛇。师父说了，只要你完成这件事，定会帮你回去和母亲团聚。弟子定不负龙王所托。哎，你们快点搬过来，过来。我去哪儿？啊，把这花搬那边去。啊啊，小心点啊。哦。快点，快点。睡觉，行，疼疼疼疼，长记性了吗？疼疼疼，还吵吗？不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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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今日难得的热闹，你居然要睡过去？这大家都去凑热闹了，我一个人安静的休息休息，碍着谁了吗？山主说了，今天咱们杂役也可以去相迎白鹤龙王。你说山主一片好意，你怎么可以辜负？不去。道友啊，哎，你这也叫宝贝？哎呀，哎呀，几十年不见。这香曲山，山穷水尽了。你我鉴宝论道，鉴的是货真价实，论的可是真知灼理啊。龙道友，莫非你有本座没见过的稀世珍宝？哎，那不妨拿出来呀，让本座的弟子们也长长见识。哎，九云来了，来来来来。上前说话。九云啊，来，见过白河龙王大人。香曲山座下弟子傅九云觐见白龙上仙。已经被灭的大黎，曾以精工巧匠闻名。大黎有个鬼才，名为公子奇，此人是个画中圣者，在画里施了闻所未闻的仙法。只要将这画轴展开，见到这幅画的人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怎么样，道友，我这画不错吧？哼，想必就是把这一屋子俗物都卖了，也抵不上我这一个善鼓吧？哼，道友为何发笑啊？哎，我当是什么宝物呢？不就是公子棋一个小小的扇面吗？呵，道友的意思是您也有公子棋的画？哎，我这仙山当中还真是有那么几幅公子棋的画作，身边还就随便的带了一幅，愿与龙道友共赏。赏画。九云，你的画艺最为精湛，你来断断这幅画，看看这幅画是否是公子棋的真迹。弟子孤陋寡闻，从未见过公子棋的画，但见此画与刚才那幅画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好，来，收了我的宝画。且慢，这公子棋的话不但能观之若胜，亦能引人入胜。让我再断断，这画到底是不是真迹？我倒是谁呀、啊？原来是你这个欺师灭祖的杀才。此画乃山中至宝，晚辈特来陪上仙一同观赏。好。上仙莫要动这琵琶，它不是你的东西。况且，赏画只需用眼，无需动手啊。龙道友，如何呀？怎么样？是否是公子棋的真迹呀？的确是公子棋的真迹。不过，本座奉劝道友，择徒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奉命为锦、璞玉魂金之人呐。九云呐，你是不是打扰了龙道友赏画的好心情啊？啊？胆大妄为，冠人上仙，德高望重，受仙界敬仰，却也被不孝小人所害，
逃不脱灭迹的命运呢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跟这儿撒上野了。退下。弟子告退。来人，把这画收回去。此处风大，若身体不适，先到别院休息吧。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？你不是认定了是我害了青青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不是我，那是谁呀？你这个小骗子，八成是看我可怜，才这同情。还是说你想趁我受伤，把我丢进这池子里啊？你这个人啊，就是爱开玩笑。我可是一直都很认真的，我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在我身边，想让他忘记那些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，想让他在我身边笑，装傻充愣也没关系。可是他总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听不懂大人您在说什么。不论你告不告诉我灵灯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得到。随我去了便知。你不是带我来找灵灯的？谁说我是带你来找灵灯的？就是你的话吧。万宝阁由我看管，所以我走的是这一种。
不过我总觉得这幅画跟之前我那幅有所不同。是吗？也许是你记错了。小川，这才是你过去的样子。哈哈哈！龙道友啊，今日你我二人定要好好畅饮一番。好，本王也想见识一下你那些能歌善舞的徒子徒孙们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请上座。您请，请。好。哎，诸位仙家道友，请入座。诺。仙山呐，啊，果真非同凡响啊，处处美轮美奂。山主，嗯，至山有道啊。哎呀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龙道友，你这也太客气了。哎，只是不知道这修仙的生活，真的像表面一样看上去安静平和吗？嗯。楼阁殿宇粉刷一新不难，但是否真的坚实，掀一阵风便知晓了。真金尚不怕火炼，怎会怕一阵风呢？龙道友这些年没见，倒是返老还童了，像年轻人那般冲动气盛，当心做事情的时候会吃亏呀。山主，久居山中，怎拿玩笑话当真了？我这何尝不是在说笑？来来来，请请，诸位请。哎，山主好福气啊！嗯。收了不少俊美弟子啊。唉，徒有其表，不值一提。哦，龙道友收的徒弟，我看来啊，才是个个秀美出众。嗯。师父，家宴怎能没有歌舞？小徒愿为山主献上一舞。还等什么呢？奏乐献舞。诺。道友，哦，从你弟子的表情上看，想必山中闭塞，平日无甚娱乐吧？歌舞这件事情，我确实是不好。哦，不过山中弟子啊，有一些也喜欢这样小打小闹，是吗？嗯，哎，龙道友若是喜欢，他可以出来助助兴，耍个宝呗。好啊。玄珠啊，
弟子拜见师父，拜见白河龙王。来，起来说话。诺。这是我新收的弟子，当年是大离国的公主。哦，金枝玉叶啊，难怪看上去像个一群之才啊。龙王过奖了。哎，玄珠啊，你之前好像也会一支舞，这次龙道友前来拜访，咱们香曲山也不能失了礼数，你把之前的那个舞啊给大伙随便的跳一跳。诺。真赏心悦目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九云大人不在，你当然不高兴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龙道友，小打小闹。您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莫要见笑啊。哎呀，谦虚了，谦虚了。去吧。诺。龙道友啊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有如此的雅兴啊。你看你收的这些徒弟啊，也个个是绝世幽灵啊。别提了，操碎了心了。
出来吧，你真当我傻吗？你以为我对你毫无防备？你现在倒是有点长进了。这是我们和香取山的事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。你和香取山的事儿，我自然不管。我要的是灵灯。你要灵灯做什么？此次我们白河全体出动，而你孤身一人。 不过是以卵击石，只有灵灯才可以消灭天元国的妖魔，不管你多少人，灵灯我是要定了。消灭他们又有什么用？你父母人死不能复生，那你可知天元国的妖魔使用离国人才？我只知。 施恩如山，须以申报。玄珠，我问你，白河龙王重要还是离国人重要？你是离国帝女，你心系苍生，我没你这么伟大。 玄珠，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呢？你就当我执迷不悟吧。你听我一句，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子辰送走，他跟这一切纷争毫无关系。 等我完成了我的使命，我就送他走。使命，真的是死到临头犹不自知。他日香取山易主，以你的修为，必定会成为龙王府中美餐。什么意思？子辰只是一个局外人，我不想他卷入其中。你难道不想赎罪了吗？你难道忘了你对子辰的伤害了吗？让开！ 否则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玄珠，玄珠大人真是了不起，不仅会栽赃陷害、暗箭伤人，还懂得自食其果。是你？你没死？芊芊，公主殿下，暗器的滋味怎么样？ 不可能是你，你的法力不足以阻挡我的暗器。当然不是我。你们，你这个傻姑娘，这是山主和九云大人布下的局，他们早就发现你的奸细身份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真相大白了。小川，你也该走了。 哎，出口在这边。这灵灯可不是你想拿就能拿走的，这是师父守护的至关重要的宝物，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拿走的。山主不过是一个觊觎妖魔灵力的一个贪婪神仙，你替他守着灵灯做什么？哎，青青，送他下山。傅九云，青春，去救子辰。 我求你，那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他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就不伤害他。走吧。 你走吧，不要再回来了。青青，此次白河龙王来有涂山之意，这些事你都不用管，你只要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等山上的事情结束了，九云他自会来找你。
看来山主道友今天是不打算放过本王了啊！这叫什么话？你我斗法论道，是仙界百年一遇的大事，怎能不酣畅淋漓、心无旁骛的斗个痛快？请自来的客人，就莫怪在下无礼了。左公子，小川，你怎么来了？玄珠大人让我立刻带你下山。为何着急下山？相取山主跟白河龙王斗法，山中将有滔天巨祸，事发紧急，一刻也不能久留。那玄珠呢？放心，他已脱身。当真？当真。他会等你，一直都会。龙道友，你若现在认输，我便会带你去琼花海修身养心，如何？这下应该够远了。玄珠姑娘呢？被朕仙术。虎猫，公子，这只白虎会带着公子离开香曲山，公子快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按照玄珠大人的吩咐去做。公子赶紧走吧。青川姑娘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公子不用挂念小的，小的在山中还有未尽之事，公子赶紧去与玄珠大人会合吧，莫要他等急了。猫猫，快走！
劝，你若现在收手，你还有个活头。你知道吗？九云用不了一个时辰，就能将你那些想在我山中捣乱的弟子全部剿灭。你若现在认输，我还能让你带回去几个，如何呀？哎，你以为我会把所有宝都压在一个娇滴滴的公主身上吗？这颗密龙丹可助你一臂之力，待消灭了山主和傅九云，香曲山是你的，而灵灯就是我的，你亦可不必待在这苦寒之地。就这么点能耐，还想对付我？是你吗？
小川，小川。白河龙王，这就是你的真正面目。玩水的软脚虾，如今已被本座的弟子都杀光了吧？山主呢？傅九云，你是真的忠心于他，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呀？心急了吧？好，本座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。你让开！傅九云快被白河龙王打死了，哪还管得了我们？要是连九云师兄都死了，我们向许山是不是就完了？我们赶紧下山吧！师兄不会不管我们的，你们别走啊！你们别走啊！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。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住，想要他忘记那些不该由他承担的事情，想让他在我身边笑，好好享受一个女人该有的单纯生活，装傻充愣也没关系。可是他总觉得我在开玩笑。你不能走。山主老贼不明就里，而你傅九云一定是个聪明人。来，投奔我，速速交出灵灯，我放一条生路，如何？
既然你不投奔我，就去见你师父吧。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看到九云大人了吗？现在山中都是白鹤余孽，你先管好你自己，去安全的地方吧。我担心九云师兄，我们会尽力寻找的。好痛啊，疼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快跑，二萌！小心！哎，这这，快走！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肯定没命了。你是我媳妇儿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没命啊？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就刚好路过那里，就看见你了。我看见你神神秘秘的，我以为有人跟着你呢，我就不放心，就跟上来了。没想到那有个黑山洞。啊！哎，你在那干嘛呀？我帮九云大人做事情啊，做一件特别神秘的事儿。你怎么会用法术啊？法术？啊，那是邱大人教我的，砍柴特别好使。没想到，连砍石头也这么好使。对了，你赶紧跟我下山吧，这里啊，全都是白鹤龙王的人，别说傅九云了，连向羽山的弟子都不见了，不安全。你别想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赶紧下山吧，我们找个干净的村子，你会绣香囊，
我会砍柴、挑水、施肥。我们再生一个。不行，我还不能下山。为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下山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什么事啊？救一个人。我已经把他送下山了。外面的人呢？都被杀光了吧？白鹤龙王死了，你们的人都被围剿了。输赢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来杀我的。来吧，玄珠，你别说你是来救我的，虚情假意，我看着难受。你还不如直接折辱我。春儿，这个女人好坏，我好想打死她。我跟左子辰说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你会去寻她。怎么，你不想见到她了？要见她，也是我自己去找的，用不着你管。其实我都知道，这些年你受的苦一点都不比我少。春儿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小心。春儿，这个真的是公主吗？公主不都是应该慢点轻盈玲珑的吗？她怎么这么重啊？哎，你别说话了。我好想把她扔了啊。走。哎，话说，你跟这个公主有什么过节？你不就是一个小侍女吗？为了世上有很多事情，是你这种心思的人无法理解得到的。在乱世之中，能保全自己已是最好的了。哦，那我能跟你一起下山吗？那，你姨娘家马上就到了。姨娘，我来了。慢点，小心。慢点。小心点啊，路上小心啊，您多保重。那我们先走。好，您多保重。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姨，慢点，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呦，可吓死姨娘了，咱们进屋吧。别摔着了，进屋，进屋。燕燕，幸好没让左公子走正门，我去御殿那儿转了一圈，全都是烧焦的尸体，镇守山门和御殿的弟子都死了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我听人说，山主和九云大人和那条老龙搏斗了一整天，最后仗是打赢了，可谁也没再见过山主了。那九云大人呢？你可挺住了啊，这九云大人让那条老龙的黑剑给捅穿了，从背心直接捅过了命门，当场就死了。死了？啊，反正现在香雪山都是这么传的，我那些眼线们也没撒过谎。你呀，就别再对他愚忠了。等明天我把这杂医院料理妥当，你就跟我下山吧。啊，
川，川，这是怎么了啊？燕燕，我扶你回房间。燕燕，初来香雪山，谁不毛手毛脚的？不过经过本大人的调教，就一定会变得乖巧温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谈尊严，俗了。可是得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。得到你的心干嘛？大人，我要的就是你的人。水能载茶，亦能覆茶。茶叶需安分守己，不能忘却水的承载之恩。看看繁华似锦和你的样子，伴你路几曲，但却离去。小川啊，你可真淘气。从一相遇一开始，提起的每个字都是只守不离的样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着转瞬即逝。昙花一现，雨季时留盛开的字，绚烂了曾经化作诗。几百千年天文字，多像一生死，任由阴霾发丝。他只是救过我几次。留着吧。燕燕，你为什么会变成阿满的模样？还有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会在香雪山上当杂役？这些问题一直盘踞在我的内心里面，可是我的记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就不要再问了。可是现在我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换脸，这样的代价太微不足道了。那你原谅我了吗？我对不起你。我记得御花园里面也有这样一片竹林，我在那儿没少挨过你的打。现在我们还能在这里相遇，燕燕，一晃三年都过去了。我听说山下有一个凌云城，那里有一片特别不错的桃林，我们可以去那里小住几日，或者去青云城吃那个宫湖蟹，再或者我们可以北上去云梦泽。你以前可是这样一个游山玩水的逍遥客，你志趣高洁，从不把功名利禄放在眼里，因为你的心中有文章，有恩义，有苍生，有天下。可是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可如今我的心里却多了许多许多许多。我们啊，回不去了。谢谢。
已经走远了。他既是执意要走，你追也追不上，即便追上了，你也拦不住。那他有说去什么地方吗？那他有留下什么话吗？他说你是恩义之人，现在该轮到你照顾玄珠了。川儿，你喜欢左公子对吗？哦，不对，你喜欢九云大人。你在瞎说什么？我谁也不喜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喜欢二萌，你跟二萌下山就是因为想避开他们，我说的对吗？我喜欢二萌，喜欢二萌的可爱又善良，你跟他们都不一样，跟你待在一块儿我觉得很安心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答应下山跟我成亲吗？我不能跟你成亲，因为这世上还有好多未尽之事要我一个人去完成呢。这样啊？不过啊，这一点都不会耽误我喜欢二萌的，真的。走吧。嗯。真的很开心，你能跟我说这些。你送我的香囊，我会永远带在身边。川，你知道吗？从杂医院那日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的聪明和灵力了，所以，我才用照管师挑了你。我原本以为，在香曲山能够有一段跟你安稳的日子，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跟我竟然是同一种。在这个世上呢，不是像我这样单纯的人能够理解的。在这乱世当中，能够保全自己就已经很好。定身符，三个时辰之后能解开。我真的很抱歉，用这种方式跟你道别。只不过，我们以后不会再相见了。玄珠，子辰，再休息会儿吧。他说你是恩义之人，现在该轮到你照顾玄珠了。身子不好，就不要出来了。我已经好些了。这儿怎么这么慌呀？他们呢？都走了，他也走了。你想起来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太自私了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希望……玄珠，我原谅你。其余的不必多说了，这个地方不宜久留。你先静养几日，等你休息好了，我们去白鹤冰原见你的母亲，
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，我们现在就走好吗？好。无妨。左大人，你是赵管事托我在这儿等你们，说是一个叫哦川儿的姑娘嘱咐的。谢谢，上车吧。浮生无量天尊，无生太乙堕位天尊，是光天化日的仙曲山，可别走了邪。谁啊？小川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被安排到山下了吗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啊，原来中了定身符啊！你也有今天。怎么，平时恃宠而骄的模样，现在还不是要求啊？我是把你卖了充奴好呢，还是指挥你端茶倒水、做饭洗脚呢？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做人呐，不能太得意。要不是之前九云大人宠你，你早就……九云大人，哎，九云大人在哪儿？他真死了？别，你才死了呢。他一定是受了重伤躲了起来，我能感受到他在什么地方想着我，看着我，他不会抛下我不管的。你真的能感受到？一点点吧，也许吊着一口气，也许很孤独，也许被什么不轨之徒给暗算了。他这么柔弱。哎，行了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啊？杂医院，走。哦，好。没人啊。哎，自从二蒙跑了之后，赵管事也人间蒸发了，子辰跟玄珠也走了，傅九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也是疯了，偷什么灵灯啊？那可是九云大人的宝贝。赵管事是二蒙的姨娘，说明他们肯定是一伙的呀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最爱嗑他老家的林玉成的鱼皮瓜子儿，林玉成就在象曲山脚下附近，所以他们肯定就在那儿。好，那我们这就动身去林玉成。走，等一下，我们。你之前是不是说过，九云大人向你承诺，无论你去哪儿，他都会找到你？他的确是这么说过。我要跟你一起下山，你我二人就此结伴营生。一起恭候九云大人平安归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可是不准说丧气话，否则下次你拿我照脸的时候，我就把你变丑。不过说起照镜子，你这脸上的伤……哎，别提了，白鹤龙王的人想搬走我，他们又搬不走，他们就想原地砸了我，我怎么可能让他们砸我？我就现出人形，我一个打他们十个我。殿下驾到。这么快，你们下去吧。诺。
皇兄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西南方大旱，又曾是离国故土，父皇为我带兵前来巡视灾情，以防灾民生事。哎呀，皇兄，您日理万机，您辛苦了。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？哦，这个是御医给配的香囊，说闻着能强身健体啊。如果兄长不喜欢，我摘下来便是。春夏二季，你都称病未来高都，父皇很是担心呢，就让我顺道过来看看你。怎样，你的痨病好点了没啊？承蒙皇恩浩荡，祖宗保佑，我苦觅良医，身体啊，终见恢复。皇兄，你看，我都能出去游玩了。这就好，父皇可说了，再治不好，就是抬，也要把你抬到高度的太医院治。哎呀，父皇老惦记我做什么呢？我既非皇储，又无心专政。皇兄，你看，这凌云城啊，地处优越，风景甚好，它正合我意。我愿意啊，当一辈子的无忧藩王，酣喜淋漓，秉烛夜游，岂不快哉？我怎么听说你潜心黄白之术，圈养了不少奇人异士？皇兄，斗鸡走马，一个人玩多没意思啊！你说是吧？我总得找点人陪吧，江湖术士什么的，我最喜欢了。我还听人说了，有人在香雪山附近见过你，你这是要求仙呢？三年前你主动请封西南，合着你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？那更是瞎说了。那香雪老儿虽然是我的邻居，他清高的紧，他自是仙家大神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小弟我再是顽劣，我怎么可能放下我皇家的尊严？不可能向这老人卖乖吧？皇兄，您说对吧？这就好。香曲山最近可不太平，你可听说呀？没听说。你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最好了，好好做你的无忧藩王吧，啊，我的好弟弟。那是自然。记住了，在这世上没人比我更关心你了。弟弟当然知道，皇兄最疼我了。好好看书吧，我在你城外扎营休整一日，明日就回高都。哎，皇兄，你就待一天啊？不跟弟弟好好聚聚吗？不必了，咱们中元节见，父皇可说了，他一定要看见你。中元节，我一定来。